大家好，这里是猫记。今天呢，我要玩一款剧情探索向的 RPG， 叫做《不明的追逐》。那从它的标题来看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游戏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追逐战。作者他这边有特别说明。好，他就是说有一些不美丽的要素以及大量的追逐战。那时间上呢，大约 1.5 到3个小时，有两个结局，有二周目的要素。那我想应该就是一周目一个结局，之后二周目是，这边是写说二周目是真结局，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两个结局吧。好啦，那这一款作品的作者呢，他之前有做两款作品，如果大家有蛮常追 RPG 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，他是这个作者叫香香，他之前有做了玩偶游戏跟那个叫什么阳光无怪事这两款作品，所以应该大家都不太陌生，我觉得这两款作品也是做得相当不错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好啦，那讲这么多，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游戏吧。哦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简介，是说前面有一段剧情是算是让他自动的流程这样子。什么叫自动流程？反正就是让他有点像。我看一下他怎么讲。反正就是有一段剧情就对了啊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哈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好像有人开了门。而且我刚才有听到有人在哼歌吗？还是我听错？哦，这是监牢吗？有听到类似煎熬的声音，好像踩到了什么血迹吗？听起来就像血迹。目前画面还是非常的暗，有很多的删节号。哦，右边，等下右边那怎么回事？尸体。哦，可爱的小萝莉。而且我刚才也好，他会再显示一次例会吗？因为看到例会脖子上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对啊，他的脖子超奇怪的，说着听不懂的语句。有没有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例会？他脖子就是像是被什么勒住留下来的痕迹。说着听不懂的语句。哎，上面那个人物他的动作好流畅啊。我是会用什么能力吗？好像把它弹开了。注意，本游戏可能含有血腥暴力、突发惊吓、霜降相弄。因为它是追逐战比较多的游戏，其实我也是蛮紧张的，我怕追逐战。哇，它又亮刀了。哎，刚刚地上有血迹吗？嘿，不用那么紧张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这个房子被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封了起来，但不知道是无暇顾及还是单纯忽视，很像很多像我一样的东西也一起进来了。虽然不急着出去，但是被关在这里很令人困扰啊。你这样脑袋不太好的家伙，我们会稍微帮点忙的，大概就像刚才那样的程度，但当然不会一直帮你。诶，虽然只能用几次，但你也有自保的手段啊，像一开始的小爆炸那样。也是有方法破除这个状态的，你得去把分布在房屋各个
各处的关键物给破坏掉。原来他会讲话，我以为他是五口少女。关键物，你见到的话就会明白的，好好调查吧，这只有你才能办得到啊。那不耽误的，加油吧。目前我好像还不能操作关键物那幅画吗？梅西，男孩子吗？大家都来了。一进门就看到了悬挂墙上的画，来了好多次，每次都迫不及待的进屋，从来没注意过画什么的。由大开的门照进来的光线，让玻璃板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我们的影子。但这次也没记得留心去看这幅画。没关系的吧。梅西，能感觉到这一片区域的气息变弱了，奇怪的气息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从外观可能没办法判断，但你调查之后，这是刚刚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吗？继续调查吧。因为有点暗，我不知道他在旁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操作方法。OK， 我看一下有加速、确认选单。好，好像都是蛮基本的。我可以存档，太好了。没有物品。不能吃，你好奇怪啊。我觉得它画面比较暗我会怕。这个应该算微恐吧，微恐剧情像，探索剧情探索像，没东西。想说到时候要不要在标题，打个微恐怖？门的部分似乎都不太能进去。底下好可怕，真太暗了。不能调查。没特别味道的房间，打不开。我是不是越走越里面啊？这样子好吗？透出纸张味道的房间，门底下露出一些亮光，打不开。会滑倒好笑哦。不行，我会怕滑倒。所以我们是要闪过那些纸吗？如果有追逐战的话，就要闪过那些纸。这个我忘了到有调查。那我们来看左边呗。OK， 顺道。狐狸有块烟熏肉，得到了肉，双叶香肉吗？拿不到，他动作，拿到了。茉莉瓶已经拿着同样的瓶子了。不好吃，不能吃。什么意思？敲瓶子吗？盒子里有块烟熏肉，可以吃吗？能恢复精神啊。可是怎么看我的精神值好像没有办法哦。这个柜子的后面好像有什么，但够不到。梅西，贵族的家不是应该要有一堆闪亮亮的水晶吊灯吗？那个，我们的天花板没那么高。梅西是男孩子吧？看他这个例会的黑影，这应该也是男孩子吧？还有贵族家的那种超级大舞厅呢？还有基本点的超大一堆房间会让人迷路的房子呢？先祖跟管理这片领地时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。
怎么这样啊？在大家面露失望后，美希露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虽然看起来很有趣，总觉得他很认真地在烦恼这件事。哈哈，别露出这样的表情嘛，大家也不是真的想要那些东西吧。是没错啦，因为美希也不是像故事里会出现的那种刻薄贵族。也是呢，平常看起来也和我们一样，超普通的，所以才能像这样一起玩吧。梅西好像想道谢，但似乎又对大家后面补上的评价不知如何反应，露出了微妙的表情，好可怜，我忍不住伸手戳了他的脸。哇，怎么了？哈哈，梅西表情好丰富啊，忍不住就伸手了呢。啊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哦，小正太。梅西一瞬间露出了郁闷的表情，微微低头，伸手拨了拨他长长的刘海，又把大半张脸给遮住了。梅西好像很不想让人看到自己表现出想法的模样，是有什么苦衷吗？郁闷的模样，能感觉到这一片奇怪的气息变弱了。来这里！我把他传送走了，安心吧。总之，你被追着许后就来找我们吧。但因为不会在固定的地方出现，你要靠自己来找我们哦。毕竟我们本身就是没什么力量的东西嘛，把那狂暴的家伙传送走，很累，很累的哦。有时我们之中也会出现那种家伙，一时兴起玩弄人的类型，他不会帮你传送走那家伙。遇到时不要气馁，继续找愿意帮忙的吧。毕竟我们的行动几乎都靠一时兴起推进的，实际讲出来才真是真切地感受到这韧性呢。我也觉得很累很累，为了逃出去就好好加油吧。有变色嘞，是因为我刚刚被吓到的关系吗？你可以回去对不对？我还没调查完呢。朴树的钥匙，没东西。狐狸有块烟熏肉，那还蛮多肉的。要把玻璃瓶换成小玻璃瓶吗？为什么要换？等等。算了，我都按到。容量同样很小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我应该是分开存哦。算了。牢牢固定着。没开水耶。没水，不好的东西。他说那个菜刀吧，还可以再换呢。等一下，我这样换来换去有什么意义？我不懂。分开成好了。那个一定也是关键物吧？好多肉。固定者，好，那关键物我等一下再调查。出来了，看来把这里打通了。这也是固定者，所以那固定者会怎么样吗？有工具箱，要用塞入什么元气的东西才能开启的设计，不好吃。书，香香的袋子，但是美希说不能吃。这也就是美希的家嘛。灰灰脏脏的，牢牢固定着。
哦，那我们去调查那个，不能调查吗？天呐，我本来想说留到最后，留到最后调查的。好吧，那先不管。我继续调查，真的没水。我是想说那个瓶子是拿来装水用的。哦，有些门真的都没办法进去。哇哦，什么档案？有倒影哎，窗户的倒影。浴室吗？有水，有水。这是什么？我是诺丽。哦，原来我叫诺丽。诶，他摇头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要换小的来装吗？玻璃瓶感觉就是要拿来装水。我去换小的看看。好，试试看。诶，他还是摇头诶，所以不是在装睡，真的不是吗？好吧。再往后继续探索，好，会滑倒，一样会滑倒。睡觉、洗澡、放大镜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这是地图。OK，所以我们这间是哦，使用的钥匙，所以这里是睡觉房就对了。然后这边的档什么的。哦，原来这个不是关键物，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蜡烛，有个大缸子，看呐、啊，是怎样？等一下，这样干嘛？大型的湖，现在没有水能倒。小型的湖，这样干嘛？可是他又不让我装水。等一下哦，我先出去。怎么出去？我有点可怕。没东西，只出现了图案。哦，OK。这个是那个吗？乌鸦取水哎，放很多石头。哦，可是我没有水啊！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怎么不能走，原来是被柜子挡住，很多布。嗯，有点脏哎，我能叫床，软绵绵。很多布，很多布，何惧又是隐形的，好多啊！太好了，我怕饿死啊！挖不了，所以需要道具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存个档之后，想办法装那个水吧。奇怪了，小瓶子不能装水，大瓶子也不能装水，那我，哦，可以了。我这样够水够吗？够我装那个缸吗？我还要再看一次。好，这个吧，倒水，
哦，所以要跑好几次的意思哦。不会吧？还是我们换大的，大的瓶子。靠，那个音效，果然是追逐战。哎，那边有个黑黑，我没看到。对不起啊，我今天绕过那个黑黑，太黑了，真的太黑了，看不到。啊，他没有帮我，可恶！他还是没帮我。你先我走谁？没有人愿意帮我，难受。哎，你没有人愿意帮我哎，有没有搞错？哦。所以冻满的话，它会有那个水，那等于说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子去装水。哦，满了。借着水面的扭曲，在最后倒水的湖中看到了什么？获得的小圆盘。有个陌生的孩子站在广场的边缘，头发长长地遮着眼睛，虽然看不清楚他的表情，但看细微的肢体动作，还是能感觉出很想参与的情绪。怎么光站在那边看呢？过来一起玩啊！啊！朋友们，刚才好像都没有发现他在一旁。看我突然离开，有些的行动感到……看我突然离开，有些的行动感到困扰。顺着我前进的方向才注意到他。他叫做梅西，以前因为某些原因而总是待在家里，最近才试着出来逛逛。虽然梅西有点内向。但友善的态度让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，之后我们就这样常常玩在一块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羊仔是那个梅西的羊仔，能感觉到这一片区域的奇怪气息变弱了。说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在这个羊仔，那就是。就是要想办法逃出去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我们得到一个小圆盘。我记得有个地方需要用到这个东西，好像是厨房。那这款游戏它是以大量追逐战，虽然是剧情探索，但它也涵盖了不少的追逐战。是这里吗？我就忘记了。还是这里。要这里使用吗？把小圆盘塞了进去，工具箱打开了，获得了小铲子。好，先存档。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挖。我想一下哈，记忆力没那么好。好，好像是刚刚那个佣人房啊，对，这里有个洞。精致的钥匙，小铲子坏了。精致的钥匙，这还能看吗？不行了，我看一下哦，精致的钥匙能去哪里呢？饭厅吗？
哦，不对啊，放厅我们刚刚去过，那应该是右边的房间。我再进不去，再见。它目前就是有这种竖的啊的门都进不去。啊，如果这个不要踩，因为它会滑倒。哦，那刚刚他那个地图，他这边是画音乐啊，可能是那些书房或者是就是娱乐室之类的地方吧。那、滑倒就像这样子，踩到就会滑倒。那可能就是说，那我们追逐战的时候啊，就会拖延我们的时间吧。